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碎碎念讲堂。那今天碎碎念讲堂要跟各位分享不一样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客户都一直打电话来询问，所以我今天就做了这样一个主题。那今天的主题叫经济部办理商业服务薪资跟营运资金如何补贴的一个问题，那也是目前最热门的一个话题。那这一个的投影片有没有看到咖啡？我预计在一杯咖啡的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完全了解政府，尤其是我们经济部针对商业服务、对薪资跟营运资金的补贴，一杯咖啡的时间，你就可以了解。来，各位看一下，我们政府所做的措施，尤其是经济部所做的措施还蛮多的，蛮多的。这边可以看得出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叫做保薪资，第二个叫补资金，第三个叫减负压。减负担，第四个叫拼升级，第五个叫助转型，第六个叫做雇人才。我们总是要把那个什么，把我们的经济部所做的那个所有的范围跟各位再说明一下，一个增买气扩商机。那总共这样可以看一看这一页跟刚刚前面那一页看得出来，各位可以了解，总共会有八项。可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大概会留在这一个部分，保薪资的一个部分。保薪资的部分，等一下会跟各位做说明。所以在八种里面，我们今天主要锁定的就是这一个部分，保薪资的一个部分。各位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个保薪资？那保薪资总共会有三种，一种叫做商业服务，一种叫做制造业技术户，一种叫做会长的服务业。那其中有一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商业服务业的一个部分，好，商业服务业的一个部分。各位来看一下，那下一页。各位，我们经济部受理所谓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影响的艰困事业薪资跟营运资金的补贴。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里有几个名词？一个叫肺炎，第二个叫做艰困事业，第三个叫薪资跟营运资金的补贴。那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刚刚已经跟你讲这一个主题的商业服务业。那如果是制造服务业的部分，要看下一个主题，再跟各位再说做说明。那既然是商业服务业的部分，来这里有一个。企业的老板，我是企业的老板，他就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政府要送钱给我？既然是送，那是不是就不用还？这里他有回答我，是不用还，但请你不要用送，符合条件的经济部才补贴，而且补贴只针对艰困事业，并用在职投保员工人数计算，一个员工最多可以7万，你有几个员工可以简单的试算。我有20个员工，那最多经济部会送还是补贴给我140万，哈哈哈，我要来抢了。请你不要用这怪怪的词汇，欢迎你来申请。那到底怎么样的申请一个模式？各位不免俗的，请各位看一下生活大小事魏老师文中教你会。如果对我们以上或以下的内容有兴趣的话，请你按点阅订阅，然后顺便要记得小铃铛哦。来，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第一个，申请资格为何？第一个，需要商业服务，查表就可以知道。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查表就可以知道，这个查表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第二个，依法要办理公司登记、商业登记、有限合伙的盈利事业登记。还有人如果上市登记，这所谓的税级课税。那税级课税如果没有公司登记、没有商业登记、没有有限合伙的登记，那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有登记就可以。再来第三个，营业额减少50%，这个也是要算，算算就知道。那最主要的一个条件，我补贴给你的所谓的薪资跟营运资金，但是你一定要做到这一点，不然会把这里的补助款补贴的部分全部把它抽回去，不可实施减班休息、无薪假、裁员、减薪，在这段补贴期间不能做这样一个动作，不能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好，那下一个，那哪些行业可以申请？那我刚刚一开始开宗明义就已经跟各位讲，叫做商业服务业。那商业服务业，譬如说像批发业、零售业，这些都是餐饮业、仓储、洗衣。那为什么这里批发跟零售？因为我们在商业的分业里面就分为批发跟零售。那这边看一看，那大概所有的行业属于这一个部分都可以申请。那这个申请到底以什么为依据？以什么为依据？这边有跟各位讲，我们的财政部这里有一个税籍登记资料公示之查询。只要你的登记的部分在这里的登记，它以下的事项里面就以这个为主，没有登记在这里的事项那就不行。那这个部分查表就知道，查表而且是一翻两瞪眼的事情，
再来第三个的部分，何时可以申请，实施期间为何？从现在其实是从公告起，可是公告起过一段时间的，到目前为止你就从现在起到109年7月31号，那目前已经5月中了，各位算算大概还有几个月，6月7月两个多月的时间，那补贴期间最长就是3个月，109年4月跟6月，那各位现在不申请，等待何时申请？如果他的额度已经额满了，那怎么办呢？再来下一个，各位来看一下，如何计算营业额减少 50% 的一个问题？如何计算这个减少 50%？ 109年1月到6月，任何一个连续两个月平均营业额，或者任何一个月，它可以跟这些比较，反正减少 50% 就可以。那表示我们的政府对我们非常这样，它条件不会只有一个，感觉起来好像就是要赶快来纾困这样一个场一个艰困的事业，有没有发现一二三四什么条件就都可以，可以看得出来的，我们政府的什么的用心，你要说决心也可以。各位看一下，如果你这部分不会算，那就交给我帮你算吧。那再来一个问题，来各位来看一下，我们所有过程里面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什么简报，是我们适用对象，我们适用对象最主要是营收减少50%的企业，那有税籍登记就可以了。那这个要算，看看算。那限制的条件，补助的期间不可实施减班，所以这个不可以实施减班裁员这一段，补助期间不能，这是唯一一个条件。那补贴的内容有分为4月、5月、6月，每人薪资40%，上限是20000块。那一次性的营运补贴，员工人数每位员工是10000元，所以这里有所谓什么员工的薪资，还有所谓营运资金的补贴。那这里补贴总共最多有可能3个月，上限是20000块。那什么意思？如果有个员工是50000块，那50000块是属于什么？经常薪资，经常性的薪资，如果他是50000，那你乘上40%，那就20000，上限是20000，所以是20000。那20000的话，最多有可能2个月、3个月、1个月，那最多可能3个月，3个月乘以20000就6万，6万再加上员工，因为他是正职的，所以10000块，所以最多是70000块。有没有可能不是3个月，只有1个月也是有可能，所以1个月就20000，然后营运资金10000，那加起来就30000，所以有可能最多就是什么70000一个员工，经常性员工一个员工最多的补助就是我所谓的70000。那这个公告日期到哪时候申请？7月31号，申请书所有应备的文件包含在这里，你的业绩衰退的证明，你前职员工的薪资还有薪资清册，这个都要你努力的提供这部分。拨款了，审核通过以后，就把这个汇款汇到你的什么指定的账户，公司的账户里面，营运资金补贴一次性发给你，薪资补贴会逐月拨给你。哦，所以这个图表里面其实就已经写得非常这样，非常的清楚了。来，我们再看一下补贴期间如何一个认定的一个问题。刚刚有跟各位讲，不论何时申请，你艰困产业最多就是3个月。那会申请跟不会申请就跟计算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算一算只有1个月，有人算一算2个月，有人算在最多3个月，如果可能的话，那当然尽可能都要算3个月，因为3个月最多补助20000块，就6万块，再加上营运资金，因为这个是属于新设备，营运资金是10000块，所以60000块加1块最多就是70000块，最多就是70000块。那再来，我们在补贴内容为何？这边刚刚已经很清楚的跟各位说明了，一个叫薪资的补贴，薪资补贴最多一个员工40%。那今天我如果50000乘以40%就是20000，那就是补助20000。那最多3个月，有可能2个月，有可能1个月。那如果一次性营业资金一次会给你一个员工前职员工一次就10000块。所以今天如果我的员工如果只有40000块，经常性的薪资40000块，那乘上多少？乘上40%，40%就16000，就不用超过三，所以16000。那如果这里至多补贴，如果3个月，16000乘以3个月加上10000块。那如果有可能你申请做2个月、1个月，所以这个部分要用试算的一个方式。这你懂吗？什么叫经常性的薪资？所以各位要去了解这个部分。那再下一个，补贴会一次拨付或者每月逐步，营运资金补贴一次就申请一次拨付。薪资补贴会逐月拨付，所以很清楚，营运资金一个月，因为就只有一个月，所以一次拨给你。那后续薪资补贴会逐月，因为有的人可能有3个月补贴，有人2个月，有人只有1个月。那下一个，请问薪资补贴是给企业还是给员工？补贴的目的就是不要裁员，不要减薪，所以这里很清楚明白的告诉各位，各位老板是拨给企业，但企业有照顾员工的义务，也就是在补贴期间不能，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不能什么，不能无薪假，不能裁员。如果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资金可能会被抽回，会被追回。那申请补贴需要哪些文件？第一个，申请书的部分。那申请书的话就是要去填写。那第二个的部分需要什么？401申报书啊，还有单月份统一发票明细表啊。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看下一页，下一页要需要什么东西？还有可能签字员工的新册啊，
哦，这个都包含在这个里面哦，要包含薪资、薪证、那劳保人的投保人车啊，这个都是我们申请文件的其中一项。那再来一个部分，中小企业纾困最近的一个新闻报道有四大难题最易卡关，也就是不懂不知道怎么申请，大概有这四点，我把它归纳起来，一个不懂申请资格，我到底有没有符合？那衰退的 50%， 我到底你会算吗？或者不符合申请资格，不明白可以领取多少，不清楚如何填写，还有没有给齐所有的申请文件？那这个这四个难题，那这个四个难题产生的一个新闻报道出来，昨天的新闻而已，昨天有振兴方案记者会里面有讲到，他说目前艰困事业里面制造业，我们今天是属于什么服务业的部分，所以制造业艰困的企业补助大概28亿，超过50000名员工受惠了。有没有发现其中一名知名的凤梨酥业者撤销无薪假，那拨500000元的补助位？什么意思？如果有比如说有10天的无薪假，那四月份有10天的无薪假，如果你愿意解除的这个无薪假，而且四月份全薪付给员工，那你就有可能获取这个，你看一下他一次获取500多万的补助。所以经济部说你这一个部分有没有核准的这么多件，通过率大概77%。不过据我们所谓的统计出来的一个结果，统计出来的结果目前核准率仍然还不高，尤其是商业服务业核准率只有1%而已。所以我奉劝各位，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放下手边的工作，快点去申请，放下手边的工作，赶快跟老板说。尤其你现在在报营业税，又可能要报营所税，所以双重两个税的影响之下，你可能会这样非常的忙碌，所以我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点。赶快跟你的现在的企业老板讲，企业老板讲，我觉得应该比例上可以符合艰困事业的应该还蛮多的，但是你如果没有去申请这样一个补贴的话，那可能就丧失这样的一个权利。还有第三个，放下手边之后，快把我这个部分分享出去。最后一个，来，各位，生活大小碎5分钟就教你会，有内容有兴趣者欢迎来信。谢谢练讲堂，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此，谢谢各位。